他是更睡不着了吧？之前在天方水榭，我好像睡在地上。你穿这么多，当然热。夜里风凉，那就是冷了。我给你拿拿。不是说陪我说说话吗？你怎么都不说话呀？你想说什么？就说说，如果你没有进宫的话，你现在会在干些什么？我就从来没有想过，可是我有想过，可是我有想过，我想过，你要是没进宫的话，以你的年岁，应该已经成亲了吧？说不定连孩子都有了。但是以你的性子，肯定不会遵守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。你娶的应该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吧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？是英姿飒爽，像婉婉那样，还是？千娇百媚，像孟姐姐那样的，或者说，像我这样的。不说就不说。
情人节相思。